中科管理局建筑中心新村已经有一段时间，外界一直认为中科局建筑中心新村后会为地方带来真大效益。不过现在却出现中科局要向地方的行政机关来收租金，引起地方真大不满。嘉南道病院就请到立法院的民进来进行协调。病院表示，中医院区位在翻山路顶，主要是要服务当地居民，现在要收租金实在是真无理。我们有维持老年高龄门诊，同时我们有复健科在那照顾老年人复健，以及早期疗愈照顾麻烦小天使这些哈，这是我们的任务。那如果为了这个征收我们土地租金及管理费，对医院的营运来讲是有困难。那是总统来这边裁示以后改成行政双园区。我想这个大家都是记忆犹新吧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是行政双园区，然后行政机关在这里，啊，不给你破地收租金，这么感觉足奇怪。我有这么感觉。在顶个欢迎之下，李伟接到中科局来进行说明。李伟表示，地方的行政单位主要是要服务乡亲，现在要收费实在是讲不过。对此，中科局表示，这一切拢是依法来处理。在中心新村所有的行政机关是不是都可以免收租金呢？今天中科他们表示会有困难，所以我希望中科把这个意见带回去再详细研究。中心村本来就很特殊，它本来是既有省政府在这里运作，所以这个是已经有很多的制度在这里已经运作了40几年，所以有一些如果需要去再有一些调整，我想我们会来专案在网上来做一个报告，或者这个因为跟法律的规定目前看起来是有一点不太符合。协调会结束后，南投北表示要向到卫生署来报告，中科局也表示会将地方的意见反映出去，大家共同来想办法，找出一个良善机密的方式。记者陈明婷采访报道。